各位朋友，你们好，欢迎来到线上手语教室，欢迎学手语。今天是第三堂课哦，我的名字你们还记得吗？记得吗？我是龙老师。手语名字是连桥下巴哦，连桥老师好，我是听人老师，会帮忙手语翻译。我的手语名字是喂鬼老师，大家好。现在是6点钟，你吃饭了吗？肚子饿不饿？我们现在今天要教的主题是你喜欢吃什么？哇，你看到好多吃的哦。我喜欢吃什么？我喜欢吃甜点。啊，你不怕胖吗？我吃一点点甜点，会精神很好，很健康，有精神。对。好，你喜欢吃什么呢？我喜欢吃果汁，现榨的哦，果汁摇摇杯呢？不不不不不，我喜欢把各种水果打汁喝，因为喝了以后对我的身体很有帮助，很健康。连桥老师哦，很重视养生哦，你看我的皮肤很漂亮，对不对？而且是啊，俗话说，早餐要吃得饱，午餐要吃得好，晚餐要吃少，吃得对，身体就会健康。如果吃不对，身体会很累。很疲劳，好的，那现在呢，我们就要开始教我们今天的词汇，注意看哦。好，第一个字，吃，吃东西放到嘴巴就是吃，吃，再来喝，拿一个杯子。喝，哎，就像这个水一样啊，喝，喝，喝水，喝。接下来是米饭，米，米是不是一小粒的？哎，一粒一粒的米，所以这个是米，米饭呢，就是装饭的样子啊，盛饭。一个碗，左手拿一个碗，右手装饭，饭，吃饭，米饭。好，下一个，面，很简单，拿筷子吃面，左手一样一个碗，面，面，吃面，面，是的 ，OK。下一个。汤，汤也一样哦，左手拿一个碗，右手拿一个汤匙，舀汤，汤，然后喝汤的动作，汤，汤是不是也可以？水啊，在耳朵旁边一个水，汤，喝汤，喝汤。所以如果你的名字啊，名字姓汤，就是用这个手语，名字的第一个字姓汤的汤，很好。下一个手语，酸，右手捏一个小圈圈在嘴边，酸，酸，这个要记住，一定要有表情哦，酸。酸，知道吗？表情要配上哦。
差一点不行，如果这样子的话是酸吗？就不是了，一定要加强表情，酸酸。 OK， 下一个甜甜，好像那个拿了东西以后哦，手上有甜甜的，你要把它舔干净，对不对？甜甜，我喜欢吃甜的。对呀、啊，吃甜的我就心情很好。是甜的，我喜欢吃酸的，吃酸的可以让我精神健康，做事情更有劲。好的，下一个手语是苦苦，很辛苦哦，敲一敲，这个是很辛苦，表情也要哦，苦，皱个眉头，苦苦。我做事情很辛苦，很好。嗯 ，OK， 下一个手语是辣，辣辣很像啊，吃了以后啊，会舌头会啊，好痛好痛哦。啊，这个手语就是这样来的，辣辣，喜欢吃辣，辣一点点可以，辣很多不行，不一样，我只能吃一点点辣。连娇老师可以吃很辣。很辣，酸和辣一样，我都可以。辣哦，中辣就好了，不要太辣，对身体不好哦。这个手语是辣，辣。好，下一个手语，咸。这个好，大拇指和小指头放在嘴边，嘴巴要动一动。咸很像是尝味道哦，你吃这个咸的，这个手语和打电话是不是很像？海哦，这个咸呢加上水就是海，咸。如果是这样子的话，就是打电话给你哦，打电话，好，放在嘴边动一动是咸。好，下一个面包，我喜欢，我喜欢面包，对，面包啊，软软的面包，面包，面包，你喜欢软软的面包，我喜欢吃硬的面包，用力咬很有 Q 劲的面包。面包，面包哦，另外一个手语是面包，这很像吐司面包哈，一点一长条的面包。面包哦，常常烤肉的时候会夹吐司，对不对？啊，就是吐司面包会夹猪肉，面包，吐司面包。然后一般的一个一个的，就是面包，软软的、松松的面包。好，下一个手语，汉堡。哎，每一个人都喜欢吃的，特别是小孩喜欢吃汉堡，肉片夹在厚厚的面包里，就是汉堡。汉堡，好多地方都有卖汉堡，小孩子很喜欢吃的。爸爸妈妈都我要吃汉堡，麦当劳，对不对？麦当劳 ，N 三个啊，这样 N 抓一抓，这个就是麦当劳。麦当劳很有名的，好多人都会去吃的，所以就是汉堡，汉堡。OK， 下一个包子，圆圆的，上面有一个转，有一个捏的一个转钮哦。这个包子里面有什么包呢？肉包、菜包，还有
葱啊，里面都有包这些东西哦。这个包子，包子，还有这个包子呢，如果照这样捏是什么？知道吗？水饺，水饺，捏的不一样哦。从这边捏过来，捏过去都可以。水饺看得懂就好了。还有一个，这个是什么？这是包什么？扁食、馄饨，有没有？你喜欢这三个？你喜欢吃什么？第一个是我连乔老师都喜欢吃哦。第一个是包子，第二个水饺，第三个馄饨。对对对，会吗 ？OK， 接下来下一个收益是三明治啊、哦，三一样把它夹起来就是三明治，三明治为什么呢？因为它有三层嘛，三明治、哦、所以你看起来就是一层、两层、三层，三明治，三明治，三明治。嗯，你喜欢吗？我不是耶、欸、等一下你好，我们再看下一个手语，玉饭团，先比刚刚教过的米，然后一个三角形米，然后一个三角形，另外还有一个手语，米握住的，这个是传统的饭团，传统饭团，我喜欢吃传统的饭团，因为它很传统，很好吃，吃得饱，买完以后就拿着就吃了。是，我喜欢是玉饭团，因为很多便利商店啊都可以买，小小一个吃了就饱了，不够吃了会饿。传统饭团好吃 ，OK， 玉饭团就是米加三角形，玉饭团。接下来下一个饮料，吸管插在杯子里面喝，这就是吸管。你看哦，还有一圈一圈的吸管，对不对？饮料，饮料。什么样的饮料都可以这样子，嗯 ，OK 吗？接下来咖啡哦，它可以让我们喝了以后提神，工作更有力。你们也很喜欢喝吗？咖啡，咖啡，鼻子上擦一擦，然后搅拌一下咖啡。咖啡有很多种，第一个咖啡，咖啡还有用撕开的调味的三合一的，有两种的哦。咖啡，第二个咖啡，这两个呢，我喜欢的是这样的咖啡。很苦，可是可以让我们很提神。我喜欢哪一种咖啡啊？我喜欢拿铁，就是咖啡跟牛奶加在一起喝，因为太苦的我不喜欢。我喜欢喝拿铁，我喜欢喝这种纯咖啡。你喜欢什么呢？好，下一个茶，我也喜欢茶，很喜欢每天喝茶。茶，茶叶的叶子哦，茶，茶，这个茶的名字有很多，有高山茶。乌龙茶，很多很多种茶，我喜欢高山茶。
茶的手语就是茶茶。嗯，好，下一个牛奶，牛的牛角在奶瓶的哈，奶牛奶。另外还有一个手语牛奶，哎，啊，你们不要笑哦，真的是这样。我们聋人传统的手语就是这样子比的，这是牛奶，牛奶都可以哦，这两个手语都可以。OK， 会吗？好，下一个手语，豆浆，豆奶，豆哦，就是磨豆子变成黏黏的。豆浆，这个豆就很像吃花生，花生豆丢到嘴巴，豆豆奶就是豆浆，豆奶。OK， 好，下一个手语，下一个手语是水果，好，水果，水果拿起来擦一擦。水果，水果，你喜欢水果什么呢？有好多水果，等一下我们要来问大家哦，你喜欢吃什么水果？先教这个水果，水果。 OK， 接下来果汁，刚刚果加饮料就是果汁，果汁，果汁，还有果汁，你也可以看是什么果汁，比如说苹果汁、芭乐汁、番茄汁，或是现榨的果汁，都叫做果汁，身体会健康哦。果汁，果汁，对，还有三个手语哦。便当，一个，然后盖盖子。再加上一个吃饭，再加便当，就很明显。这样，盖盖子，盖下去，便当。你们如果在家里煮饭，没有时间煮饭，可以去外面买便当进来吃。便当，是吧？便当，便当。OK， 下一个，菜。看那个菜的样子是不是一颗好像白菜一样的菜，菜，菜，多吃菜身体会健康哦。现在哦，物价上涨，菜价上涨，只好自己种菜，种菜。 OK， 菜，菜。好，最后一个词汇咯，蛋，蛋，蛋往下打，扣扣扣，蛋往下，对不对？知道吧？你不可以往上哦，那就方向就不对了。往下是蛋，蛋，不可以骂人笨蛋哦，不可以，知道吗？好，那手语词汇我们都教完了，现在要再复习一次，但是呢，我会闭上嘴巴。就跟着连桥老师的手语，我们再复习一次词汇哦。
好，大家的手语都会了吧？都记住咯。那接下来呢是绘画。第一次绘画，我们两个不说话，大家看我们的手语。第二次我们才帮你翻译哦。这绘画的词汇刚刚都教过了。好，要开始第一题咯。手语看懂吗？会不会？好，我们再帮大家复习一次哦。我翻译：早上你喜欢吃什么？早上我喜欢吃面包和奶茶。中午你喜欢吃什么？中午我喜欢吃面。晚上你喜欢吃什么？晚上我喜欢吃饭、菜、汤。晚上我不喜欢吃饭。晚上你喜欢吃什么？我喜欢吃水果和蛋。哦，我知道你在减肥。看，被你看透了。是，好，刚刚我们的对话你都会吗？好，现在接下来我们要开始来猜一猜咯。待会我们两个会比手语，知道的举手按告诉我，知道吗？我先解释一下，你们的荧幕右下角有一个更多的两个字，按下去会有一个举手，所以等一下我们表演的手语你知道的话就按举手，老师这边就会看到你们举手哦，然后再请你用手语回答，这样知道哦，可以咯。好，开始哦。我们来问哦，老师喜欢吃什么？你们要注意看哦。我不说，
我喜欢吃。知道的举手，按举手。哦，有一个嗡嗡嗡嗡，举手哦。好，嗡嗡告诉我，嗡嗡告诉我们，好，告诉我们老师喜欢吃什么？好，好，香蕉，香蕉，答对。好，第二题哦，第二题。要摸一下，摸一下它就。有没有人知道一种哦？有，刚刚是谁说的？橘子，答对了。哦，丽珠，哦，答对了。橘子，好，再换了连桥老师哦。西瓜。西瓜，知答对了，好棒好棒好棒，恭喜，第一个就猜对了。好，下来，葡萄，第二，哦，有，猜对，有，知猜对了啊，好，接下来又换林乔老师。巴热，哇，这么厉害，好厉害，好厉害！哦，巴热，肯巴啦，肯巴，我们看到哦，还可以看到有写字的哈、哦，写说终于成功来上课了，还有人会按举手哦，好长哦，好 ，OK。那接下来呢，我们绘画，我们要来再翻译一次啊。我喜欢吃香蕉。以前哦，我们是用中指比香蕉，可是因为中指不好看，哦，是传统的手语，但是有点怕怕的。你可以比中指的香蕉或是食指的香蕉都可以。我喜欢吃香蕉。第二句，我喜欢吃橘子剥皮，橘子是。接下来，我喜欢吃西瓜，西瓜，西瓜。我喜欢吃葡萄，一粒一粒一粒，葡萄。够专了，你还没有来吃饭呢、啊。喜欢吃芭乐，芭乐。水果的种类有好多、哦，通常我们都是看形状去模仿、哦、是这样子。我们聋人常常都是用视觉去学习的。大家都会了吗？是啊，好的。30分钟啊，教一教，吃了那么多的东西，你都喜欢吃吗？吃饱了吗？谢谢大家用吃饭的时间来跟我们学手语哦。连桥老师要告诉你哦，手语有一个好处，就是可以帮助大家做饭后的运动，可以帮助消化哦。是啊，刚刚哦，我们吃便当吃到一半，等一下就可以下了课，可以继续吃便当咯。看，这是我们的便当。我和你一样还没吃。好好好，连桥老师、如君老师，线上手语教室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！来跟我们挥挥手。嗨，看到好多人哦，一起挥手，好漂亮哦。嗨，你们要不要吃便当？